总裁一直是影视剧中经久不衰的最佳玛丽苏人，设在国内外的影视剧中的也有不少男演员饰演过霸道总裁的角色，有的演员被网友吐槽太油腻，有的却被夸精英脸。一直是霸道总裁专业户的王耀庆就是典型的成了一张精英金领脸的男演员。有人评价王耀庆是典型的中国精英，长相确实丰富的阅历让王耀庆整个人看起来特别儒雅有气场。王耀庆和文章合作过几次，每次俩人站在一起的时候对比都非常的明显，不过这也和俩人走的路线不同有关吧。虽说不知道王耀庆的具体家境，但他在家是长子，从小就肩负着照顾弟弟妹妹的重任。王耀庆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他从小就特别懂得察言观色，长此以往自己也变得谨言慎行，也正是这样的成长经历造就了王耀庆的总裁气场。真正又是家境清贫还长了一张霸道总裁脸的演员谭海，最近谭海在《远大前程》里饰演了沈达，这个陈思诚专门为他写的角色让很多网友开始关注他。其实谭海演戏这么多年来也是一位霸道总裁专业户，说他的名字你可能不熟悉，但他的剧你一定是看过的，电视剧《反和一生消磨》里的英辉想来大家都有印象，把谭海在剧里每一个眼神都演绎得特别到位，真真是把贪恋赵默笙的霸道总裁体现得淋漓尽致。我的前半生里谭海算是友情客串演出的，饰演一个和唐晶贺涵有着业务往来的大总裁。从全片来说谭海的戏份并不多，但真的是把大总裁演绝了。走在高级写字楼里的总裁就是这个感觉没错了。但其实谭海从小也是过着苦日子的，他小时候家里条件非常不好，他喜欢画画，家里又没有钱让他去学，他就自己从各种报纸画到上掌画临摹。后来谭海考上了中戏舞台部景戏，30岁之前谭海一直从事着相关工作，拿着非常不错的工资。国内非常有名的导演贾樟柯评价谭海的时候说，他在荧幕上的形象让人叫绝，硬汉中又带着些艺术家的气质。这句话同样也可以用来评价王耀庆，这种气质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他们从小到大的生活环境造就的。戏外的王耀庆是个游戏迷，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自己曾经买过八台电脑，四个月没有出门就一直窝在家里打游戏。这样的王耀庆和戏里的霸道总裁形象非常的不符，但1972年出生的唐凯是一个很讲究的人。戏外的唐凯在穿着用路上也非常的赏心。